修补天花罩原因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Oakville 呢这个车库呢，你看多白的，然后呢这些都开了 ，drive 和 drive 之间的连接之处都开了，然后包括这个门那里面也都开了，所以呢今天过来把这些开的地儿给修补了，给重新批上规。对，就是这样啊 ，OK。这一大片，你看那边，为什么造成这样呢？现在找原因了，把车库门打开，看车库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漏水了，得要修楼上才可以。不过今天把这个砖瓦给它都批好，然后让客人赶紧找屋顶师傅就行了。这个天花呢就修好了，幸亏今天过来了，然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，然后跟客人说一声吧，明天最好明天就修屋顶。客人以为是这天花的问题，不是，楼上漏水了，你看这都是黄渍。对啊，有些砖瓦都已经下塌了。对，这个有些时候表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用，源头没有解决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说明后天让屋顶的师傅过来看一看吧。就这样 ，OK。